舅舅，外卖什么时候到啊？你使唤你舅可真不带心疼的啊！我从片场被问回来，我容易吗我？么么哒。给你说了多少遍，不能随便跟别的男人么么哒。知道啦。你怎么跟我爸一样啊？拜拜。来，兄弟们，让我们一同举杯，祝贺原来又多了一块金牌。哇！来，开动！喂，是苏冠老师吗？该不会跳闸了吧？晚上这么多人，你们干什么呢？我们在对明天的训练计划。对对对对，训练？你们柔道队什么时候这么刻苦训练了？